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CP 与 CP 之间也要合作起来，开始进行四排作战，选书呆子组合，哇，锦鲤鱼人，就这个了啊！谢谢。在重新组队之后，我们16对 CP 也分成了8个四排的组合，一定要慎重的来考虑一下自己对游戏的一个定位，请各位抓紧时间去备战吧。哇哦，好有江南的那种感觉。加油加油，你滑得好快啊。哇，太可爱了吧。Hello。 来，老板。老板对。H-E-R-O， 你是我的黑人。H-E-R-O， 你我一起加油。你以前有打过篮球吗？打过啊，我高中的时候那个体育测验定点投篮，全班女生第3。哇，你呢？我有被篮球打过啊，整个右边脸都肿了。就我们待会再玩一把，不要以为你是我的小宝贝，我就会让你。哎，我求你了。你今天没输，你就别来我房间了，真的。再见。我都要。你俩能行吗？行，你喜欢选一个。你俩能停停吗？我先赶紧戴上手套，免得被他蹭豆腐。那你们说说你们明天怎么打？明天这样，先打书生，再狙乐乐，然后 KO 北哥，最后抓住少东。他疯了。就是要这样，然后我们要出其不意，我们不能再一直苟。来了。哎，对面惨了。我帮你卡屁股，锦鲤，你看前面。我看前面。OK。哎呀呀呀呀呀呀！左边，打左边，在左边。挡。跳下来。我有一个很残。挡。太猛了。随他，有下来了，又有下来了，不要停，相信我的枪法。喂，封烟，石头后面，倒了 ，nice。我个人还是有胜负欲的，所以说一定要好好打。少东跟呆萌都是打车站的，他肯定会开车过来搜野区的。少东他们下一局的战术不会全程跑吧？城区钢枪随机应变，来人就钢，没人就找车转移。我的战术就是爱咋咋地，单人双排，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如果说我这边压力很大的话，你只要帮我加入右手，然后你在房顶不要摊枪别倒就行了。在这种赛事的情况下，不想留有什么遗憾，我觉得我们会拼到最后一刻。明天他的比赛他是又算排名分又算淘汰分，咱们一定是先去拿位置，因为你拿了位置以后等于你拿了人头。明面上定的是亚东指挥嘛，实际上是我来安排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进攻和防守路线。进攻方向的话，就是专门挑弱一点的队先打，吃蛋糕率80%-90%吧，整体战斗力应该不虚场上的任何一个队伍。打开腾讯视频，搜索爱玩游戏，领礼包，下游戏，看直播，你想要的都在这里。感谢本节目行业合作伙伴哈喽语音的大力支持，开黑连麦交友就来哈喽语音。感谢官方直播合作平台哈喽语音、哔哩哔哩、虎牙直播、快手直播、企鹅电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带落地成双话题词发博，边看边聊。各位小伙伴，欢迎来到由和平精英基金、腾讯电竞运动会、网易文化、牛TV、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男女双排电竞真人秀《落地成双》第1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为了爱与和平，一定要带领队伍满边吃到蛋糕的优秀指挥官郑奇。Hello， 大家好，我是为了爱与和平，要紧紧跟随着我帅气的指挥官，努力做好后援工作的后勤小姐姐小游。那么在今天呢，就会迎来我们的第5轮比赛，而且在今天的比赛是我们这一季唯一的一次四排赛，所以今天究竟在我们的四排的这个游戏当中会发生怎样的趣事，我们也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CP 们出场吧，有请爱吃酸菜鱼和冰糖葫芦组成的四排战队出场。好，接下来有请 IF 组合和鹿宝贝。有请大拌菜和氧气组合。
接下来有请哎呀妈呀真强和凉凉组合，有请。接下来有请马冬梅和地心组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糕点东京和画眉组合。芳华表示我一个人来打比赛，吃蛋糕的那个动作。接下来有请书呆子和浴火重生。接下来有请仅你一人和快乐老家，有请。这家好像不太高兴。我走了，这个节目可能不适合我。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十六对 CP 以及我们八对四排都已经就座完毕了。哎，我感觉今天的狗粮仿佛比以往来的更早了一些。我刚才看到玲玲都想直接站起身就要走。我要离开。带我一起走。接下来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的规则。混合四排列星赛规则，本轮比赛共计三场，十六对搭档需要两两组队四排进入海岛地图。与此同时，还会有一支空降的 PEL 全明星四人队加入比赛。本场比赛积分由排名积分和列星积分两部分组成。排名积分为游戏名次，第一名每队搭档得八分，第二名每队搭档得七分，依次递减，最后一名每队搭档得一分。列星积分为淘汰特约嘉宾获得的分数，玩家每淘汰一名特约嘉宾，所属搭档得十分。比赛的排名积分两组搭档共享，而列星积分只属于淘汰特约嘉宾的该队搭档。哇哇，哎，就干他们，一穿四好吗？一穿四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排名积分啊，是算在我们四排当中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但是我们的列星积分呢，仅属于 CP 两人之间的分数。那么在这个之前啊，也给大家透露了，这个星是我们 PEL 的现役职业选手。但我看到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时候呀，还是替我们现场的各位玩家们啊，捏了一把冷汗啊。因为这次的四位嘉宾可以说是在游戏实力上真正的专业人士，几乎每个人都拿过冠军，说不定还有我们的玩家是他们的粉丝，他们有着击杀王、大盘鸡之王这样的无敌光环，有的还是电竞彭于晏、钢炎并存的实力型选手，所以说要想拿下他们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呀。接下来赶紧请出今天的四位我们的特邀嘉宾啊。这个被誉为 PL 最帅的男人，有请伞兵 Cowboy 大盘鸡。哇哇，见到真人了，伞兵啊，伞兵，伞兵好帅呀、啊！有请舒涵。
我先问一下 Barboy 吧啊，就是刚刚在台下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场上16对 CP， 如果说让你选，你会选择谁来当 CP 呢？哦，上来就提这么难的问题吗？啊、这个问题要我命啊！这个问题都可以。刚刚我们在出场的时候也说了很多的这个绰号嘛，我听到了有什么大盘鸡之王，有电竞彭于晏，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耳熟能详了，但是我还是想再替一些玩家问问这个渊源啊，谁是大盘鸡之王？坐。看不出来吗？彭于晏难道不是你吗？彭于晏是谁呀？顾吉吉，因为上节目的时候，他老是爱用一张彭于晏的头像，然后在里面再贴着那个八块腹肌，然后撩出来。彭于晏是谁啊？我彭于晏是你啊？伞兵是大盘鸡之王吗？现场有一位玩家就是朝着你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我要立志超过伞兵。所以说每天要练大盘鸡，知道吧？ Hello， 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偶像是吗？我们 S1 的时候见过，捅 S1 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大盘鸡特别猛嘛，然后现在赛场上也很多人都用大盘鸡，然后就是以把它当成一个目标，然后去尝试超越一下。尝试吗？只是尝试吗？直接超越。那我也听说了，之前顾居居说要去健身嘛，你的九块腹肌怎么样了？目前99归1。99归1是吗？这个我们的四大魔王呢也跟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啊，不能光说不练是吧？好，那我们就正式的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场的游戏环节。就请我们各位玩家拿起手机进入游戏。Hello 云上有许多游戏大神，还都是漂亮的小姐姐，我的妹带躺赢梦终于可以实现了。耶，组队成功，让队友们看看什么叫高端操作。加油特种兵，快乐下载 Hello 语音，超稳定的游戏开黑实时语音 APP， 开黑流畅不卡顿，一起来落地成双吧。立即下载 Hello 语音 APP， 即刻匹配游戏 CP， 参与社区动态话题，和平精英落地成双，就有机会赢取超多游戏福利和海量 Q 币礼包哦。上微博搜索落地成双话题页，观看更多小视频，登录快手参与落地成双和平穿搭大赏短视频征集活动，带话题落地成双赢大奖，跳伞落地要成双，下载威视学压枪。上陌陌认识新朋友，队友就在你身边。这航线我们跳机场啊。刚枪跳机场啊，这航线机场伞兵你跳哪？顾居居跳你心里啊，跳你心里一天。喊我你的心好好甜好甜，跳你心里对不对？你不是已经在了吗？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要跳机场哦，要跳机场哦，战术跟上。我的标点喽，我们跳机场哦。OK， 机长。我的标点喽，我们跳机场哦。他们跳机场。他们跳哪里啊？这样吧，我们跳机场吧，可以吗？就是要跳机场啊。哪里是机场？哎，他们会不会把游戏声音关掉，然后专门听我们说？被发现了，完了要堵桥了。他们已经动手指了，应该已经飞了。应该已经飞了。机长，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人。OK， 没有人，我安全，先把稳了。不要飘好吗？我们这一轮分开跳，这一轮分开跳，分开跳。知道，你们干嘛在一条直线上啊？天哪，我第一次发现玲玲没说话。哇，玲玲超过一分钟没说话了。哇，真的，这一轮我很紧张，我要落地成盒了是吗？哎，强哥你怎么那么勇啊？强哥，哎，玲玲，我刚才说你一分钟没说话是夸你，不是说让你说话好吗？哎，都听不见脚步了，吵死了。哇，你们真的好吵，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妈呀，你怎么说自己的名字？哎，上面有一个人突然跳下来了，快点！哪里啊？标下！我
底成何？你有没有搞错？不要打我，别打我！你有没有搞错？不要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少东，你有多少东？坐。你是不是有毒啊你？怎么自己打起来了？他们打起来了，好难受啊！被捕了。哎呦哎呦，都不用我们动手哎。哎呦，怎么回事啊，少东？你都不给我们一个机会的。没有分，哥哥，你考虑一下，没有分 ，OK？ 我们快跑，不要让少东抓到我们其他三个人。玲玲在干嘛呀？他连把枪都没有。这种战术叫做五湖四海皆兄弟，他主要就是因为每个人实力都不强，就算是碰到人的话也会被给打掉，所以还不如让大家散出去，散出去看谁生存的能力时间比较长。好，各位小伙伴，那么现在呢到了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的时刻了，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Power Boy 正在哪里呢，来请看大屏幕。Boy 在跳舞，我就不信找得到我。在哪？浪费我们时间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三现在正在哪里呢？别抓我，我好怕。这是 N 岗啊，我们在山顶废墟了，不用去机场找我们。机场，机场，机场，在机场很远。对对对，可以堵桥，可以堵桥，收了就别收了。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哪里？机场。机场。他们在机场。我们去堵桥，我们去堵桥，我们去堵桥，我们去堵桥。需要堵桥吗？别不不别吧。我也觉得不用，没事，保证最安全就好了。好。他们在机场，估计快收完。他们要过来。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居然有人在堵桥。哦。就一个人在这个房区，然后一个人在房区对面，然后一个人在那个箱子。我去加油站。我在对面是吧？对对对对。然后你们不要开枪，不要打他们正脸，要打他们背身。对，就等他们过了之后，然后打背身，懂吗？等他们过了就打背身。好。锦鲤他们也在堵桥。拿右边坡，拿右边坡，加油站不要。把车都停下来哈，你应该懂的。OK， 我知道。我们有开船，我们直接上桥了。他们堵就堵，干，堵就堵啊！打他们，那打他，来打一架。我还一会儿直接40分，兄弟。要不然我给你们叫你们过，还是怎么说？还是过东桥？你一个人先过，没人打我们再过。你死了就认了，啊、死了就认了，死我们就认了。那这样肯定不能过呀。职业选手就职业选手，他们不会四个人全部坐在一辆车上，会有个人去探点。三三一个人开着车在前面去探点。啊，机智啊！如果他们能把这车打爆，一下拿下40分，对啊，后面比赛立马淘汰都没有什么关系。对啊，后面比赛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战神双星了。对，哎，我可以单开一辆，在线自由人，开车航王。我们俩先冲啊，有人打就跳车反杀他。我们两个有人打我们就反杀他。等一下，那等我先到，我先架，让他架。结果我们在跟空气做斗争。我手机好黑啊，啥也看不见。那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啊。看到人也不要漏，也不要对枪，一定不要漏，一定不要漏。我先开枪。走，过。OK 了。OK。哇，伞兵架枪好放心啊，冲。Go。这大盘机一响，我就知道我的。来了，我听到枪声了。完了，要相遇了。我受不了了，这个韩王着急游泳。
卡住了，打不打？别打，先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卡住了不打？不打不打。好好好。我在干嘛？他们在撞那个车。可以打。哎，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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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有人堵。哎，枪很满，枪很满。我什么都看不到，兄弟。超市老友，超市楼顶。拿到一个。车那里有一个兄弟，跳了，倒了倒了，树被我打倒一个，马路对面的树被我打倒一个，卡车那里有一个，烟里可能在烟里可能在扑人。太准了，舒涵这个枪也太准了吧！后山哦，防滑前锋托贝森，哦哦，哇，淘汰了两个，有人托贝森。就只剩房教练一个了。哎哎，好多。哦，没事，我们也能拿。我们加了20分。没事，我已经拿了10分了，我直接给他补掉了。我们排名是最后。没事，排名最后，至少我们相当于吃了把蛋糕。那他们这把直接20分了，直接20分了，对啊，就直接发家致富啊！他们在那个玻璃房后面的山。OK OK OK， 懂了，我去大坑了。上我车不？来来来来来，打出一个火力。哎，左边有，左边左边，来了来了，我有，很多车很多车，打他打他，别跑！哎。上车上车上车，追他追他追他，开车追追追，你们追你们追你们追，完了完了，拐不过来，打他打他，别跑，秒他，三给他穿了，弹车远点远点远点，六六六六六六六，别秒了，可以走车，没扫下来，你满地图跑吧，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开车跑了，继续追，没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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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没跑，在我头顶，在我头顶，对，退回厕所，哦，这是妹妹，这个妹子好可爱啊，快走快走，拿个枪剑把她补了，你珊珊拿个枪剑，让他队友救他，然后你把他补了。他动车了，开车走了，你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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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你救救救救救救救，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队长来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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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脸上有人，我没了，兄弟们，来来车，没事。就在我脸上，救不了，可以救吗？救救救，起烟救，哦 M 在扶人，M 被打倒M 平地扶人，
仆人不封烟。哎，起个烟，帮他起个烟。没有烟。开车摇他。确定摇他吗？确定摇他。来走走走，你看你看你看，我打个药。哎，换个地方去打个药。阿三，这把就靠你了。来了，下车站出来。我看他过来了，我看他过来了。前面山也有人，右边山，右边山。今天的比赛是逃跑计划，你确定扫不下来吗？他动车，想跑，想跑，想跑。不是他，不是。把这个吉普打了。有人，有人，快跑！打他，打他。趴下了，没事。往后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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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他们对，毫无游戏体验的人。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导演和正奇都不说话了吗？对啊，他们在商量，他们在商量怎么圆场，在想怎么打圆场。那职业选手不合格啊，怎么那么菜啊？过个桥被人家堵了，怎么还能被堵桥、啊？还跳机场，很假、啊。谁呀、啊？这个什么劲？还是个妹子，还是个妹子吗？耶、yeah ，长超好看，是吗？点个举报，点个举报。啊啊啊！这没事，另外几把绝对好好打，直接垮掉。哎，这样反而制造个悬念，第一把。死上你们啦、啊、试试你们什么实力，后面几把乱杀吓死你们。哎，他在那车上，白色的车是他们吗？那个车是你的，天才，你忘了吗？可是我开的是红车呀，确定是我的吗？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没事，他在的话就把他打了呗。可以，没人。有有有，打残了。你们干事儿啊？他们在骗我枪。厕所里有一个人狙。如果是书生，那叫他们去三个。我知道啊。我要看他拉没拉枪线，你盯好盯好右边，在石头那，石头那，你能帮我架的话，我可以跑到红车带一波。这个队不好打，只能。他没有往右边拉，往我这顶，往我这顶。OK， 我在你后面。吸烟了，烟了透烟打，他想透烟打，打他了。他往后拉了。拉不了，拉不了，拉不了，拉不了！丢了，丢了，可雷到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没回来。往后，往后，往后！他在。我给你补烟。右边，去右边，右边，右边拉了，拉到蹦，他要。上去一个，上去一个。右边。能救吗？脸上，脸上，脸上！哎呀，你个笨猪！就那边那个了，我拿右边，你拿左边。没事没事没事，石头石头，我下面没有人。漂亮啊，绝了！我的我的，我丢雷回来的时候左边多走了一步，被经理给打了。你看吧，我就说他们这队不是很强吧。这就是第一吗？就这之前的第一吗？就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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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咸鱼不能翻身，对吧？露露说轻点，说轻点。美洲圈非常的友善，好吧。哦，我没拿倍镜，先开厕所。这个八倍镜不要不要，红点一样打，不急，红点一样打。把车挪过来，这边蹲多蹲一会儿，圈刷了再走。这上面绝对有人，
厕所，来两瓶，有人，有人。乐乐一穿四了，少东也倒了呀，浩迪也倒了，轩轩也倒了，只剩下星星。他捏雷了，出来出来出来，这把打上海豚。漂亮，好漂亮，好嘞好嘞好嘞，帅。哇，漂亮，帅！来里面摸，来里面摸，快快快！里面来，里面来，里面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先不照，直接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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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能把其他三个队友拉起来。直接摸浩迪。我没有人扶我啊！哎。哇，星星把乐乐杀了。啊？看不到。那就他们一队全活了，必吃蛋糕，别吵，上房顶，上房顶，全部上房顶。现在全部上房顶，快点！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圈屁股必没人，赶紧上房顶。来了，他们。安哥，我听到你车声了。不是，不是我的车声，是你身边的车。是你的车。不是我的车，不是我的车，我离你这么远，绝对听不到的。你当心，你趴下，是你身边的车。哎呀，我太害怕了，我不行，我想毒死自己。安哥，来接我一下，可不可以？啊，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怎么又缩圈了？可以，你可以，你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绕圈跑，绕着跑一下。跳跑，强哥，强哥，强哥，你要打了。漂亮。也是，这也是我注定的命运了。哎哎，没事没事没事。现在看来，玛雅、孙强和梁梁组合的这个套路还是有用的。嗯。我左放倒的是谁啊？啊，第六。先切，先切 mini 是吧？我知道。你这样，然后经典来人。对啊，经典来人秒趴，哒哒哒腰射。秒趴是先切枪再按趴，对吧？手速够快，什么都行。好，接下来好看的来了啊！架住，收到，收到，收到。扫的。啊，看到了红车。很三，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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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哥，北哥，很三，漂亮，漂亮。但没死，漂亮！这边四个人过来打三三了，看到了，这是三三，这个人是三三，看到，看到，看到，没事，都是小戏。封烟过去，三三把他穿了。我们这个位置很好，拿车，我拿车，我拿车挡挡个阵。哪里给炸了？哎呀！出地点。西北。三三三三，你不要，你不要炸我好不好？在哪儿？根本都看不到人。他们也知道这个点，他知道这个，凑巧这有个车扎过来，雷雷，他们被炸雷，车阵还有人，哦，看到了，信号接收区外信号值会减少，倒计时会被淘汰，也可查看倒计时得知剩余时间，时间不多了，快进入信号接收区，否则将会被淘汰。哦。哎，后面还有一个，哇，他也秒趴，哇，他也会，兄弟，这招，这谁？我这招他学会了，骚动。啊，就差一丝血，如果说没有侧面人打，打三三到三三，应该是最后一打四。
给我点子弹，给我点子弹，给我点子弹，四打一，四打一，给我点子弹。我们仅剩的这支战队有可能把少东干倒。有，毕竟人多。四个，剩一个不知道是谁。会一穿四吧？不可能，必不可能。少东加油！没事不慌。先不用着急，兄弟，我们可以先架一会儿，因为我们在圈嘛，就不用着急。不在屁股，反正不在屁股。对，确定在前面了。开几步了，过来了，打他！看少东一穿四啊！标记了一处地点。漂亮，少东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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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哇，没想到呀，没想到，恭喜我们，要首先恭喜一下爱吃酸菜鱼和冰糖葫芦组合吃到了这一场比赛的蛋糕。对，恭喜恭喜。这一局吃下了蛋糕，你们的战略部署是怎样的呢？全体起立。咸鱼终于翻身了，没有人配合你吗？竟然配合我吗？怎么回事？叫我们起立吗？还是叫所有的观众起立？应该要夸一下甜瓜，他其实战略非常清晰。其实我们第一步也是想去猎星，他先是带我们就战略转移往那个 Z 城那边跑，然后收起了物资之后，最后选点选的特别好，主要是运气比较好吧。另外有那么一支队伍啊，他们因为打了两个职业选手，所以说他们是20分紧张。是谁呢？就是高田东京跟画眉组合啊，应该是我们场上分数最多的一支队伍了。Power Boy， 如何评价一下刚才房教练精心部署的这一波堵桥呢？苏涵很棒，有内鬼，苏涵的车开得很棒。哦，哇，被大盘鸡打死了，我的妈！还是被小姐姐的大盘鸡打死了。来，恭喜一下 Jamjin 的游戏生涯的高光时刻啊！牛牛，听说你好像是房教练指挥的吗？对对对，当我们看到他们在机场倒的时候，我突然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可以用一些比较技巧的东西去拿他们身上的分。布置好了我们一个整体的站位之后，拿了2分，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哎，所以说我们那边的四位帅哥有没有什么话对房教练说的呢？小心老六。这一局的最后是少东打掉了33，而且把整个的这个排名分往上提了很多嘛，他们是第二名，所以说是有一个17分的积分，现在位列我们今天的榜首。所以我觉得其他的玩家在看到我们的猎星积分，哎，真的如此之有甜头之后，等一下我们的职业选手们啊，这个压力可能就更大了，而且我相信他们这会儿已经部署了新的一个战略。部署战略部署怎么样了？居居，等死吧，等死吧。好凶啊，狠狠。那我们就在第二场的游戏当中去见证一下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好，那么各位小伙伴，你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游戏。怎么了你们俩？落地成盒了。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这个。打开腾讯视频搜索爱玩游戏，领取汇编精英福利大礼包，点券皮肤全都有，一把烦恼全赶走。这个礼包能让我们晋级加薪，走向人生巅峰吗？不，这个能让你们落地成盒的时候快乐加倍。打开腾讯视频搜索爱玩游戏，领礼包下游戏看直播，你想要的都在这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看到没有，我就是第一名，我就是热力值第一名。是的耶，乐乐，好好打。乐乐，真的好好打。我尽力。尽力个鬼，你这个声音都不太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有一队，哇，机港跳好多，又有一队，又有一队，又有一队，有一队啊，谁的？北哥。啊，我点到开伞了。他们有人开伞了。
我操！不强不强，直接站拼图楼。这里有一个，去书山那了。前方有危险。不、哦，他往前跑了。有人打我！什么鬼？我前面一个，等一下，我还没枪，你自己打可以的话，你就去。走了走了，走了。哎，我可以救一下 Chris。Chris， 快去。Chris， 你可以去吗？能来。去。快没了。No， 我没了。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小鹿倒了，小鹿倒了。书生打小鹿，打自己人打得那么开心，不知道为啥。哎，我真的没话说了。好，各位小伙伴，既然是我们的猎星比赛，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星星们的视角，看看 Power Boy 是在哪里呢？在哪里啊？苟着呢，不知道。哦，靶场。还有陈。伞兵，你在外层被发现了！伞兵，快跑！伞兵，走啊！别搜 C 楼了，他们要撞你了！别搜外层了，快跑！他说在外层，在 S， 三三，他们都在 S。一看就是 S。你信不信他们等会来会来外层逛？我们直接等会儿开车先去警察局待着。快走！阿爸，那是顾局局的认真指挥了，认真指挥了。我知道他们的航线是怎么打的，他们会一路推的。我们就打近点，然后开车拉枪线，就闪兵你拿到盘击秒人，然后拉枪线打。OK， 我争取击秒秒的。站住一波。稳健，稳就一个字。老千兵。我舒涵这什么车技？我摁不到左右两个键。转弯让直行，知道吗？学没学过驾照？没学过。外层小搜一下。好穷啊！外层算了吧。我感觉彩虹楼有人。哎，有车来了！位置。6065。不要叫那么大，这就是他们。红色的，就是他们。看到，打吗？不要叫那么大声，你知道吗？打不打？不打。打也打不死。他们有人。警察局。警察局楼顶。我还有4倍，我就跟他拼了，兄弟！来吧，铁子们，快来送！有枪口可以帮我拿一下。啊，枪口我刚丢了两个。枪口。对啊，补偿。我给你找找，在一个房子的二楼。我去，我知道。不用枪口了，枪口我有了。补偿吗？对。那你把你的丢了，用我的。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的。什么？有人吗？没人，咱们就过去。好稳啊！这么多，8队都在，9队都在。哇！有人吗？没人，咱们就过去了。哪个队？没看到人。后面来车了，假车库。听到了，他在停车，往假车库里面停。他出来了。对，我知道。打吧，来打，打。到了，锦鲤那队，他们补不了我，我往后爬了，架住啊！我给你架着，近点，有人过来摸我了，补不了了，美娜封烟符，快，来，来不及，楼顶要倒。锦鲤来了！不用了！不打了！不打了！美娜来这儿救我，我在二楼。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刚一刚呢？我们在想什么？玛雅在想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找人刚一刚呢？我们下一把直接对跳吧，要一把刚的，下一把直接去刚吧。咱们这把也刚一刚。我都没杀过人呢，我们的目标是杀人。咱们去打空投怎么样？你有空投枪啊？什么叫空投枪啊？
哦，没事了。大盘鸡吗？不是。你有那个能打出空投来的枪吗？什么叫打出空投啊？没事了，就这有人。我这里有人。上面有人，有人，哪里有人、啊？小心，小心，小心！上车，上车！哇，你们要打吗？打啊！打一个！打打打打打！哪里？标点，标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行一行，差一点，差一点，他就剩一点血了。昂哥，打他，打他！捞捞捞！啊！我打了一个，我人是啊啊！我第一个。人都死了吗？人都死了吗？死了死了，他们被灭了，他们被灭队了。拉人，拉人！什么人啊？人在哪里啊？强哥拉看不见人。哪里啊？人呢？走走走，全中。我需要瞄准镜。站点模式开启。同心圆。没看到车，你们绕一下，我正面没看到车。要不要去找人杀呀？别别别，先稳一点，后面全来找，前面全容易被劝。别膨胀了，先吃一把行吗？顾姐姐。哦，对对对，不然又要被骂了。特别是你，注意管理好自己。我咋了？你不要老影响大家，一直在那边唠嗑。对啊，他影响我们。很开心啊。对。后面两把如果不吃蛋糕，话多，那就是韩王的问题啊。不，我们可以做到打好话又多，你放心吧。第一把是意外，第一把真是意外。先给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职业选手。猛男 ，EL 猛男，亮瞎导演组的眼，好吧，吓不吓到你们就完事了。你等会看，你就看我们的操作就完事了，你就看我这小身法就完事了。有看我的小延迟，我靠！直接咱们就在山上吗？城店有人。城店。你们开车往左边开，到前面坡去。前方有危险。我看到了，在厕所。我去拉右边了。我看到人了。完了，他枪水没事，我没事，我这边能架到。打药吧，你打药吧。信号接收区外信号值会减少，到零时会被淘汰，也可查看倒计时。我这边过来个车，我这边过来个车。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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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死了死了，他们都死了。哇！哇，他们哪来的？他们好猛啊，在哪儿？是发生了什么？灭吗？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哥的倒了。不是，这琴声怎么在他旁边啊？去拉去拉去拉，没事，我在树后面，我在树后面。能补吗？补不了补不了。又倒一个。压。在这在这。又打一个，剩最后一个，全是全是，死了死了。前方有危险。他好长呀，他怎么会？秦升啊，去前面厕所看炮楼。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我们明星战队也打起来了。防区有，防区有。哎。上面山上有人啊。我可以秒一个，要打吗？你打倒就打。倒。哎，我都。三三可能要压了，二层楼倒，二层楼倒，抓着了。 OK。 二大房，我进了，进。倒一个，我把自己误伤了，还有一个，他打包呢，死了！你别走那么快好不好？死了，我死了，我真的要死了，我死了，我还没有饮料。找到车了，快快快快快！哎，我要死了。烦死了，不该在房子里磨叽。哎呀，打药啊，你自己不打药。我没有药。哎，我也要死了。哎呀，我真的是，咱们不能再这么磨叽了，咱们就得刚烈一点。
完了。可以。位置，位置，位置。这边位置，位置。不要了。OK， 对。玲玲在二楼。二楼，二楼，一楼有一个人。二楼。我没法打，我没法打。不是，你有什么不能打的？你现在不开枪，你我没有背镜啊，你就乱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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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自己想的打，没关系。哎呀，你不打也是。倒一个，哎，厉害厉害厉害！可以可以可以，你先监管着进圈，先其他都不要想，就是进圈。进圈玲玲，进圈玲玲，你去房子里面遮掩一下，你后面有人，你背后有人。别吵的。哎，我扔雷了，快下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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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雷。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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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玲玲厉害的，玲玲厉害的。赵露下来，赵露赵露。啊，玲玲厉害的，玲玲厉害的，玲玲厉害的。厉害厉害厉害！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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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可以了，很强了，可以了，我很棒。死光荣耶！我杀了一个人。我觉得下面要找东西了，感觉下面有宝。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伞兵一个人刚刚把四文鱼他们全给吃了。我的破伞肯定有老六的，有个车在哪？来了，撞炮楼了，我找他机会。你打到我就直接撞了，就举点炮楼反破，我可以架。实力排名第一的书呆子跟浴火重生，应该要跟 PL 明星战队正面对决，要开始五五开的对决了。前方有危险。倒倒倒倒！哦，两枪点下来，玉玉。哇，恭喜四位大魔王啊，吃到了这局的蛋糕，并且在这一局呢总共是拿下了11个淘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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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恭喜四位大魔王啊，吃到了这局的蛋糕，恭喜恭喜恭喜。Papa在这局拿到了5个淘汰啊。哎，3个指挥你知道吗？就
就哎，很舒服，你知道吗？四个指挥，人人皆指挥。想问一下书生啊，就是最后是被伞兵带走的，你有什么感想吗？我们是自己露视野了，然后被他们打掉了两个。但是在这一局，呆萌还是被抢了很多的人头的。呆萌被抢了人头的同时，呆萌的人头也被人给抢了。被谁给抢了呢？美娜。我没有想到我捡的是呆萌，但我捡到呆萌人头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不需要任何大魔，击杀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记得好像美娜说过一句话，她的梦想就是给呆萌打倒。因为我们刚刚这局比赛呢是没有队伍能够成功列星，所以我们的总积分跟我们的排名积分是一模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那边的四颗星星在这一局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顾居居有感受到什么压力吗？这局没什么意思。舒涵呢？压力挺大的，这手都在抖。好会装啊。大家记得刚刚那个说没什么意思是顾居居，不是我们，打他就好了，不用打我们。既然刚才顾居居也说了，感觉没什么意思，我们就给他，就给你来点刺激的。是在接下来的最后一局比赛，我们临时改了一个规则啊。哦，不能拿枪。当然了，我们那边的四位星星他们都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送给我们在场的32位玩家的福利啊。他们在接下来的四排赛中，他们四个人只能单排。可以，火力车，找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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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吗？居居，你这估计也不行啊。那要不然我们再改变一下赛制，你不能拿主武器行不行？拿平底锅。好，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拿起手机进入游戏。跳哪跳哪？俺不知道，你自己跳关我屁事。爱跳哪跳哪。哦，他们直接是这样了，他们直接分开了。对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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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兄弟们，这一轮核电站不见不散好吗？ L 成了，核什么电站啊，你看各位还有地方一起赶上吧。三二一，走走跳跳啊。啊，宝贝儿，滚，给老子滚！哦，跳了一个人哎！啊，是个选手吧？跳了一个。我跳 K 城了 ，K 城没人。元哥有点装了，拜拜。我们上面有一队跳，上面有一队，他去哪的？看到了。哦，有人看到了吗？有一队小黄鸭那队，这队好像是四文鱼啊。在哪里？高了。啊，四个又跳了，全在那边，全在 C 楼那边。OK， 收到。把高那边后面高楼呢卡一下，他们没地方搜了就。我到高楼了。我们卡住他们过肩的了，可以给他们把卡死。看到哪？他们才往我这边来，我能阴掉一个。能拉吗？我过来拉你，我过来拉你。不用过来了，不用过来，拉不了了，往肩里走吧。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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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要走要走，要走要走要走。我想往前压，哥。他们甜瓜倒了，为什么不上、啊？他们走了。他甜瓜死了吗？对。好，各位小伙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Para Boy 的视角。这么快就看了，我那枪都还没捡呢。Para Boy 在哪里呢？这怎么是我？哦，这是三三的视角，我们并没有看 Power Boy 的视角，这是三三，真吓人呢。OK， 成，
走走走走走，直接去打，去打他，走。等一个近的，等一个近的。紧接着再看一下我们的韩王在哪里呢？飞机场。韩王在靶场啊，飞机场这是。哎，靶场啊，这是飞机场。哦，苏涵在靶场吗？啊，在靶场山里很好打靶场哦，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苏涵在靶场了吧？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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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靶场山里特别好打靶场里面哦。飞机场呢？靶场上面厕所贼好打靶场。对啊，随随便便打，一只手能打过啊。靶场全在北部，我们得，哎呀，得上去啊，必须得上去，收完之后赶紧得上去。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三的视角。嗯，怎么又看我啊？看我两次，我好害羞了，不要总看我了。可是我怎么会曝光两次啊？还有没有点隐私了？三三在 K 城啊，看过了，看过了。不拘拘的视角。S 城，上车喝。来来了。拿一个人头，我们就稳第一。S 城。一辆蹦蹦，看到没有？那个房区。哪个方向？285。我没看到。哦，我看到了，一个人进去了。哎，餐厅有个四倍。餐厅有个四倍吗？我来拿了。我来拿了。等一下，我先把车开走，你再过来。你快开走啊！我马上来了。我再开，你等一下。餐厅哪里？餐厅门口。OK。就一个，直接打。哦，这个哪个啦？哇哦！顾居居被打倒了。居居被谁打了？被少东。啊！没想到啊！毕竟四个人太难打了。嗯。啊！在哪？餐厅门口。哪里啊？餐厅门口。我走了，铁子。哇！哇哦！直接淘汰。走，我们准备开车去咬人了。走。走。再不去，没有人头了。去北部找他们，他们可能会苟起来。咱们去收一下这儿，待会咱们抱团收一下这个房区，我觉得这个房区可能会有人的。好，顾小伙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Paro Boy 目前在哪里呢？没事了，开车转一下，找不到你们的。嗯，我已经开始转了。放心啦。那赶赶当。我就开车逛街啦。啊，我也是哦。逛街街。你们看，在靶场，靶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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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靶场，这里标点标点标点这里。他往这边去了，他往这边去了。黄点，黄点，好，好，好，知道。黄点，黄点，往左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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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也去了，是一辆吉普，往左边看。也去了，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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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追追追追追，标记了移动地点。追。马上炸了！哇，是世美娜。我这属于被导演卖了吧？肯定是被导演卖了呀！导演真坏坏坏呀！哇，美娜今天圆满了呀！右边右边防空洞，对，这个对对，就是防空洞。前面有车，前面有车，看到了。这是一个人吗？几个人？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白车辆车。白车。前标点哦，咬就行了，看看几个。没有找到。往左往左开，左开。一个。听不清，漂亮，车要炸了！为什么在这停车？打呀打，车要爆了！哇！哇，救我一下！救我一下！救我一下！别急别急，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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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美娜拿下六个淘汰了，强了吧？我要没了！来了来了来！来了来了，封烟。没看到他的位置。我冲太前了，我那个位置根本摸不了人的。我的血量我就眼瞅着没了，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过来。对不起，秦明镜。
我对不起你。刷圈了，走了走了走了。这书还有点难找，说实话。没办法呀，那边的话，你看他们现在在这，互相消耗。我感觉他连车都放很远，然后自己跑个地方躲起来。我觉得就在这旁边，应该肯定在这旁边的某个房区。他要找那种能一穿四的房区，你知道吧？下面有个蹦蹦。前方有危险。下面就一个蹦蹦。我在你右边的蹦蹦，别杀我、啊！你有喷漆是吧？没啊。你有喷漆是吧？我有啊。你车有喷漆吗？有啊。OK OK， 有个六六六。我也给车喷个漆，好吧？你别卸我车。哎，有货力车。等等，别给我来撞我。过来我的，再过来我的。拜拜。这四个打一还是太难了。给摇下来了吗？直接。对。好准呢、啊。OK 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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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他了。可以可以可以。还有前面是有个蹦蹦，前面有个蹦蹦，是刚才。前方有危险。是三三。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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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红轿车来了。对啊。小事啊 ，OK 啊。来了红轿车，我要进 S 城了。OK， 我靠。要停方去了，要停方去了。对，停了，去教堂了。这很多人，别。有车来了。就一个，真的吗？就一个，就他们。走走走走走走。职业选手吗？对。在哪？有车来追了，你们别打。浩迪在打。哎。他停了，他要停，他要停。停着打。哎。你。OK 啊 ，OK 啊，开车嘛，跑得蛮快嘛 ，OK 啊。不加油啊，没油了吧？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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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了。然后我们随便找个圈边，等下个圈出来，你带四房也可以。我知道四房，四房也可以，中心点也可以。那乐乐一下得20分了。哇，这个人头没拿到，就从我面前经过。啊，上车。拿不到第一，请你们吃饭。小心这边有人啊。哪边？我们看看左边上面有没有人，每个人看不一样的方向。四个都嗝屁了，没有办法喽，乐乐榜一喽，我们找不到人喽。有车有车有车，后边车。我还打不了你们了。下车了，准备。哪里？走，开车走，上车，你们上车，快，别墨迹了，打不了了。走走走走走走。他们上车了，扫。大残大残大残。找个找个就停，左边靠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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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以直接走。还差一枪。来车了，来车了，听到了，冒烟的。走了。好像就他一个。就他，还有，打。还有。有人。没了。翻出来，你翻出来，我跟你。没了吧？对，但是。哈，可以。打打打！想打他已经发现我。哎呦，这个很难受啊！哇！走，你接我就好了，你走，直接开，我上，哎，点快了。这里有车，我知道，跟我们与我们无关。啊，有车！你们反目听，别追！他们停了，啊，就一个，
残很残，经理。打。哦，掉了。死了死了死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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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应该要不要这么开啊？我不会开车。哎，守住这，加掩体。我知道。玲玲玲玲玲玲怎么办？玲玲怎么说？没事，不用你们走，我来跑就可以。前面有车，前面有车，可以换车啊！哪里有车啊？是，那不，我们这把不要车了。为什么不换车？那边有车，有空投。走走走，就是走。潜下去，潜下去，等到肺快不行了再往上，知道吗？哦，知道知道。去哪里啊？去空。看我标的点，看我标的点。哎哎哎，这里、有车扎水了。对，扎水了。水里三个被发现了，是书生他们，不行，往那边，不能往这边走。哦，没事，他们在另一边。对，赶快游，赶快游。我肺都要不行了。哦，那就往上浮一下。我那个标点是可以的，在外面没关系。哎，我枪在扫我。快游，快游，快游，快游。他们要上岸了，马上要就到了。有危险，你们去把他们给堵了呗。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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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打我！我丢，完了！别救了！呆萌，呆萌打了，别救了，别救我了，让我死吧！怎么一次人都杀不到啊？没事。哎呀，不行，我这进不了圈啊。他在那个海那里，我帮你，我帮你，书生。书生他们在海边礁石那里。王哥，快进来，这个位置不行啊。那怎么办？这样。咱们去哪里啊？我看一下。有车来，有车来。没事没事，跟他们。咱们能打一个是一个。就在这个坑里面直接停，停，然后往前走，不用开车了，直接走，下车快走。这有人，有人，有人，这里有人，这里面有人。妈，有人来左边！左边！别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遇到他们没关系啊。谁们啊？遇到他们，你是被呆萌打的吗？我也是被呆萌打的。啊。这是你直接走，往前推，你帮我们看一下。你别正着走，这是别正着走，我右下，对，就这样。哎，我这边有人。我们要走。我这边有人，起步。那我们开车走吧。不用。倒了，张芝芝。倒的。这是那里封烟可以救的。嗯，封他最左边的烟。哎，好了，没了，别救了。左边拉过来一个枪械，河边有人，河边有人。右边有人的哈。他把那个坑弹了，他很残。倒了，秦升 ，OK， 可以补，可以补吗？补了，决赛圈了。我屁股后面还有人，我打个药，在你们屁股后面啊，屁股后面。我知道。你别动，张小怡。左边有一队，等会可以打，可以打。他们先打。别打，让他们先打，他们两边要同，他们两边现在要同时打的，你不要打。对的，你别动。趴下。可以，秦升补了。那我被补了。扔烟，不行，你们要走了。该相信吗？锦鲤把我打倒了，乐乐把我补死了。丢雷！看到了，我能打吗？哎，来！三，我们还有一个呆萌。老三，
玉前面能操作吗？我可以加，我可以加。我们天明圈把前面坑抢了，前面前面上车直接怼过去。你上车，你上车。真想吗？有人。到。怎么拉这么快，锦鲤？雷他，他们都在一起。结烟了。待会你先起身打他。烟里在烟里，三零五，三零五。我被硬穿穿倒了。我真钱吗？是。哎，笑了。说了这把吃蛋糕，兄弟们。稳吧，兄弟。说吃蛋糕吃蛋糕。说吃蛋糕吃蛋糕啊。没办法，哇，三场比赛结束啊，最后一场呢，还是要让我们恭喜锦鲤一人跟快乐老家吃到了最后一局的蛋糕，恭喜锦鲤好像拿下了八个淘汰，应该是我们场上拿淘汰拿最多的，九个，哦，九个淘汰，对，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还好吧，我们这边分应该挺高的，因为就乐乐应该有28分，然后我们也有8分，就发挥的还可以。Power Boy， 这什么情况呀？这个我纯属是被导播卖了，我刚拿辆车，刚走两步，一个火力车就来咬我，太狠。我是被舒涵卖了。舒涵给敌人发暗号啊，就在那勾引我，然后他就把我带了一起倒下了，卖队友啊。 OK， 我就被那个顾居居吧，他搜那么显眼的地方，把我们的位置全暴露了。你的锅能推给谁呢？居居，因为闪兵他跟我说他没四倍，他大反击缺个四倍，我说我四倍丢餐厅门口了，他说你快点走，别被他们看到了，快走快走快走，我说你赶紧来拿，他说你快走。我后面我听到个车声，我就没理他，完事了以后一看是别人就没了。 OK 啊，怪导播。三三怪舒涵，舒涵怪顾居居，顾居居怪伞兵，伞兵怪导播，嗨，还是节目组的锅。这把游戏我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美娜，美娜一个人拿了6个淘汰，是不是太巧了？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伞兵的。今天我就是剪头的，我感觉。OK 啊，所以我就纯属意外啊。对，你就是被剪了，哥。OK 啊，我就被剪了。OK 啊，很没有尊严啊，反正。第一局我是被你淘汰了，我现在自己给自己报仇了。乐乐这边也是很厉害嘛，因为猎到了两颗星啊。因为前一两把状态不是很好，然后第三把状态好了，然后刚开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了这把蛋糕我们吃定了。正如他所说啊，这局蛋糕最后是稳稳的吃下了。那么我们本期的比赛呢是已经全部都打完了。我要来跟大家宣布一下，在我们上一期的摇车赛加上今天的比赛之后，目前的总榜的分数啦。乐乐呀，哎呀，先不要着急谈情说爱，乐乐啊。哈哈，你们这统一战线是为了抵御什么？来嘛 ，OK 啊 ，OK 啊。哎呦哎呦。OK 啊，都牵手啊 ，OK 啊，就这样。行了，过分，把狗骗进来是吧？那其实我们对于玩家来说，因为下一次的这个节目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四位我们 PL 的职业选手，对于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有没有什么寄语可以送给我们场上的 CP 们的？啊，狙击开始。就在场的各位嘉宾实力都很强，非常的厉害，跟我们旗鼓相当。又在侮辱我们。
也没有什么送给他们的，就你们加油吧。旗鼓相当都整出来了，我真的害羞。这种救助在场的每一队都白头偕老，百年。你在说什么？大可不必，大可别过来，大可不必。剩下不多的时间，希望大家就玩得开心就好了。希望在座的老师能和身旁的同伴在这几期节目玩得开心，玩得快乐。你好官方呀。官方的回答着他的废话。我们的本期节目在此也告一段落了，再一次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四位特约嘉宾 Paraboy 三三、韩王以及居居，再一次感谢四位。好，各位小伙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有请娄艺潇。感谢官方直播合作平台哈喽语音、哔哩哔哩、虎牙直播、快手直播、企鹅电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特别鸣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微视、陌陌官方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哦天哪，哦天哪，狗柱别开枪，母瓦回飞，二打一，欺负他，不求人就去赌桥去了。有一个人，直接走，扭一下，扭一下，别直着看。来，再下来，下来，快，我们来顶吧。乐乐出来了，乐乐出来了，乐乐一个手雷已经丢了过来。哦，乐乐掉了。哇，乐乐倒了，他就一个人，我们两个人一起压。他跳下来，你先打吧，要不。啊，没打过的，没关系，没关系，别难过啊，没事的。战神双星矢。